就签啦。好朋友们一起来过新年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吧，要快的哦，从这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少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硕。Hi， 我是王冰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三冰，还有男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文，这个 YouTube 的主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文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召集这么多朋友来呢，就是为了要大家一起快乐的玩一个游戏给你们看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那么这个游戏就叫做“数说不完的话”。那我们会分成两组哦，现在就需要我们的这个抽签来抽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会分成五个人一组，大家来抽一抽吧。还有一个吗？两组啊。那我们现在手上呢都拿着了这个我们抽到的组别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打开来看咯。哦，也太明显了吧。我是米妮组。我是米。哦，米对。我是米妮。我是米妮。我是米妮。好啦，又是你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组别跟自己的组员站在一起哦。米妮，米妮这里，米妮这里，米妮是这边吗？哎，我记住啊！今天都是怪咖一组哎，我觉得很好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分好组别了，我们是米妮组。米妮，我们是米奇组。从每个组派出一个人来石头剪刀布，看谁先开始。哇！来啊，剪刀！哇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剪三盘两盘还是一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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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耶！那我们现在就来解释游戏规则。游戏规则如下：数说不完的话，米奇组和米妮组。第一位玩家需要抽取一个电影剧情的句子，然后把句子传达给下一位组员。最后一位玩家需要把答案说出来。每位玩家可传达的时间只有30秒，由观众倒计时，超时的话可能会被观众们惩罚哦。那么游戏正式开始。Round one。很难哦，好难，这么好组啊，真的有点难，太多字哦。是应该选很难了，很难。这样能猜对应该是冠军了。OK， 真的算了 ，OK， 来来来来来，很加油啊，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OK。多少个字？十个字，17个字。果做人冇梦想，咁样同粤语有咩分别？OK OK， 慢慢来。做人没有梦想，梦想咁样同咸鱼，你不用谈，就你跟我讲嘛。咸鱼、咸鱼、咸鱼。做人没有梦想啊，咸鱼、咸鱼、咸鱼，有咩分别？有咩分别？少林足球，少林足球，少林足球。少林足球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懂。OK。哇。价钱先开始 ，OK， 十七个字，十一个字，十七个字，十七个字 ，OK， 哇，做人没有梦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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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记得他的手是什么？就喊鱼都会翻身，喊鱼都会翻身。十七个字，哈，十七个字，做人没有梦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
咸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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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什么差别？跟咸鱼什么差别？周星驰有讲过这一句，好悲惨啊！十七个字啊，多少啊？十七个字，十七个字啊，十七。做自己啊，做人。如果没有梦想，他就跟一条做人。如果咸鱼没有梦想，跟咸鱼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四三，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差别？这样能猜对，应该是冠军了。这个还比较容易猜，那个来人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救了你们呢，去问他回来了。因为那边他讲哈迷会翻身，他就如果做人没有梦想，咸鱼都会翻身。拿起来，我们看咸鱼啊。猜到的话我归，猜到变冠军了。那个字怎么念啊？凭你的智慧，我什么、啊？你不要讲，那我说啊，我呼得了你吗？这个很难，那个字我都不会念。凭你的智慧，来，等一下过来先。十八个字。OK 啊，十一个字。十一。凭你的智慧。凭你的智慧。凭你很衰。不是。智慧，智慧，智慧，对，智慧，智慧，会凭你的智慧，智慧，凭你，凭你的智慧，智，智慧啊，凭你的智慧，凭你的智慧啊，我呼，我呼呼呼呼啊，呼呼得。你讲完，你讲完，呼得了你吗？凭你的智慧，我呼得了你吗？我呼你的老妈，我呼得了你吗？我呼你的老干妈，凭你，凭你的智慧，我呼得了你吗？凭你的智慧，我呼你的老妈，我呼你的老妈。十一个字，我凭你，我凭你，我凭你智慧，智慧，我凭你的智慧，我呼你的老妈，我凭你的智慧，我凭你的智慧，智慧，然后我呼你的。妈，老妈，我凭你的智慧，我呼你的老妈。来，现在找个人，多个字？十一个字。我凭你，我凭你的。我比你的智慧，我凭你，我比你的智慧，凭你讲后面先，讲后面先，我混你的老妈，混你的老爸，老爸，混你的老爸，妈，老爸，老爸，妈，老爸，妈，爸。你的老妈，比给我，我比你，哎，我比你的老爸，你有病，我比你的，我比你的，混你的老爸，老妈，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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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对，我比你的，我比你的老爸，我比你的。
娶你的老爸。我逼你的，娶你的老妈。问你啊，乖乖的。娶你的老妈。哇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啊。娶你老妈。啊啊，老爸。老爸。啊，娶你的老爸。啊。你不要讲答案。娶你的老爸。Round two， 会教我读吗？哇，很巴服。别人笑我哦，别人笑我太疯狂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疯癫呐、啊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OK， 哎，看你懂个字啊？今天是找哪方啊？是四个字。OK， 来，算算算，来、啊，three two one， 开始。Go。十四个字，十四个字啊！铜巴虎顶超香的戏，懂吗？铜巴虎顶秋，铜巴虎顶秋香。OK， 那个戏，那个戏 ，OK， 那个戏、okay, 啊啊啊啊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，我笑他人，我笑，我笑他人，太他人，他人太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太什么？太白痴，太傻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太什么？白痴，太好笑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，我笑别人太，太，要用真空 ，OK 啊 ，three two one go， 别人一啊，十四。别人笑我，别人，哈哈哈哈，我笑我笑我，别人笑我，别人哈哈哈哈，别人不是别人笑我，别人笑笑我，笑你太疯癫了，梦想，别人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太疯。我笑别人看不穿，我笑别人看不穿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太疯。OK， three, two, one， 开始。别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。真是伟大！明明是第一个把句子传下去的人。别人几个字？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十四个字。十四个字。OK， 十四个字。十四个字。别人。别人哈哈哈，别人笑我我太疯癫，太疯癫，我你不用讲了，我看不到出戏了，我看不到出戏了。周星驰，那个是铜巴虎点秋香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笑我太疯癫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看不穿。14个字，十四个字啊！对对对，你还是回火星吧，地球很危险的。你还是回火星吧，火星啊，地球很危险。来，前面那个字是什么？你还是来自？你还是来还是啊？你还是回火星吧？你还是回火星吧？地球很危险的。你还是回火星吧？对，去，快点！地球很危险的。对，快点去。十三个字，你还是哈？你，我，你，你，
你还是回火星。你来自火星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地球很危险的。地球很危险的。你两个字。十三个字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地球很危险的。地球很圆。危险。危险。危险。地球很圆。很危险的。啊？对对对，重来一下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你还是回火星吧。地球很危险的。哇哇哇哇！还是回火星吧，地球很危险。哎，等。开始啊？开始。你几个字？12个字。Okay. 你还是回火星吧，地球很危险。12个字，你还是回火星吧，地球很危险。你 ，OK， 还是你还是回火星吧。他们，啊，对，我们火星，火星吧，火星吧。地球很危险。你的球很危险。地球啊，地球很危险。走，你还是回火星吧，地球很危险。1, 2, 3你